节目即将开始，请将您的手机切换成静音或震动模式，亦或是很舍不得的将它关机，并留意您身边的贵重物品。不遇紧急状况，切勿失了优雅而惊慌失措，请保持冷静与机警，遵循安全路线离场。如什么事都没有发生，请活在当下，用力享受。现场备有欢乐游戏，你、我、他都已报名。现在就让我为大家说明今晚的游戏吧。工作人员，请。工作人员刚发下去的是神圣无比、欢乐无限的传递棒，共有三支，但产品稀有，并列珍藏品，切勿私藏。节目开始，传递棒请随意在你、我、他之间传递。当投影幕出现原点的时候，那一刻握有传递棒的人，请握在手中，停止传递。好戏即将发生，你们都准备。